Hello， 大家好，我是吴磊。啊，对，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就是我到了酒店，然后我提前到酒店的工作人员给我买了很多好吃的，那现在呢，我就要一一品尝一下。这你当然很多啊，都打开。这个是虾饺的，这给我包好了，还有个米饭，还有这个菜，里面是枸杞。先尝尝这个吧。这个有点面，但是有点坨了，但还 OK 的，是不是得配上什么酱料啊？你猜猜这是什么菜？米糕。这个一看就很明显了，丸子嘛。它的丸子是不是有点汤啊？有点干。是这样吃的。还好，感觉这个是到了这个里面，是不是？没事，就这样吃吧。这个丸子怎么样？还可以，有我那个就是刷出租的时候回家路上的丸子差不多的实力。这个虾饺不太行，因为那个虾有点硬。这个嘛，是什么豆腐？好肥啊！好吃吗？那回家事儿太少了，不适合我。这里面估计应该是虾饺吧，叫小虾烧麦。是吗？芋头吗？不错。好吃吗？这个？还行。这个呢，东西一直都很神秘啊。你猜猜是啥？感觉这是个硬货，叉子插到肉里面很夯实，我喜欢。这个没有翅。这个粉有点坨了，但是我觉得还是 OK， 我可以吃。这粉的味道很特别，有一种。有一种摩底考卷的味道，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就每次开学，老师抱着一团卷子跟你说：“同学们，我们要模拟考试了。”然后那个模拟考卷的味道，就是形容这碗粉。总而言之，我觉得这里面最好吃的还是第一个，这个味道怪怪的这个小米团。今天的还是挺好的，谢谢大家。Cheers。拜。我昨天呢，做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梦，我就梦到了我变成了麻辣香锅郭老师，梦到了我变成了他，也没有人告诉我说你是麻辣香锅，就是在那梦里我就知道我是麻辣香锅。你照镜子吗？我没有照，反正我就是知道，就是我意识里就告诉我 OK， 我是麻辣香锅。然后我走到那个场馆，然后推开那个比赛场馆大门，全场都哇！那时候 RNG 正在打一场 BO5 吧，应该是。好像 RNG 那时候已经陷入了困境，然后我就挺身而出，第一把呢选了一个特别奇怪的英雄阿野，然后就输掉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当时特别紧张，在梦里特别紧张，因为虽然我知道我是麻辣香锅，但我实际也自己知道我其实是这麻辣香锅皮的一个演员。你知道在做梦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很紧张，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我是麻辣香锅，但我就是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握了我那个鼠标，结果那个鼠标特别的肥硕，特别不顺手，键盘特别顺手，结果第一盘就发挥失利。第二把我记得特清楚，然后我右边坐的是小明，左边坐的是小虎。但我还想起来那不是 UZI 做的位置，但这不重要。他们给我投来了鼓励的眼神。OK， 没事，加油 ，RNG never give up。然后第二把就选了我的本命英雄盲僧打野，中途遇到什么断网啊什么，反正很曲折，但是这样还赢了。然后好像就到决胜局，还是就已经拿下比赛了，就忘记了，然后就醒了。然后我就觉得有种东西叫你的使命在召唤，我觉得也许这就是我的使命。那一会儿就要去工作了是吗？是的。那好好吃吧，一会儿见。不。不。然后我现在进入了一个大巴，然后这个大巴他们跟我讲说是我的大妹子们昨天晚上布置了一晚上布置出来的，然后这里面有很多贴满了粉丝们给我写的信和一些小灯灯啊和一些照片啊什么的。太猛了，太浪漫了！刚才把这辆车开回北京吧。我的妈呀，给你看一下，全都是。哇塞！
真的有点感动，好感动啊，好感动啊，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真的太棒了。现在十七岁吴磊说的话，你是我心目中的好演员，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感谢遇见，然后你超帅的，脸面一直在，一直都在，一直都在。他将永远永远伫立在香港的不变的华人中国，无论造型是时尚盛典的困难男，历史上或是亦或是某部经典剧里这么久不爱，永远都是我心目中最棒的演员，一颗芋圆。这是这个唐僧，他们说这所有的照片都是你十七岁那年的照片、啊、是吗？对，这是我十七岁那年的时候的照片吗？嗯，全部都是你十七岁时候的。我的妈，这也太有型了吧。都是十七岁的时候吗？我觉得这些信啊，一会儿咱们再摘下来，走的时候，然后把它拿回去。照片的话也带回去了。天哪，这个真的很感动，谢谢你们，我麻辣香锅在这里给大家鞠躬了，真的太感动了。大巴可以开上太平山嘛，然后其实还挺期待一会儿就过山了。我们在哪里？你好啊！我发现他比我帅，我也很开心。Hello， 我现在正在排队，因为我要坐一个缆车，然后下山，下完山之后我要去吃一点好吃的，然后就要去机场了，看一下，就是这个缆车，然后排个队就很开心。There's traffic in the sky and it doesn't seem to be getting much better. There's kids playing games on the pavement, drawing waves on the pavement, mm-hmm. Shadows of the planes on the pavement, mm-hmm. It's enough to make me cry, but that don't seem like it. 现在可以看到香港的整个城市。哎，我有点后悔，其实咱们应该走一下去。那边有强度可以走下去，那你们不会陪我走下去的吧？我会。哎，走停了啊！啊，中间还有站。Be lost in the well.Puzzle pieces in the ground. No one ever seems to be digging. Instead, they're looking up towards the heavens with their eyes on the heavens.、Mm-hmm. The shadows on the way to the heavens.、Mm-hmm. It's enough to make me cry. That don't seem like it will make you feel.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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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下车，然后要上山的乘客们就上车。走吧走吧走吧。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请守秩序，哇，慢慢上车，啊，请不要争先恐后，谢谢合作。For your benefit， 为了好，谢谢合作。坐车去吃一个下午茶，我们可以离开了。对，他们找了一家据说还不错的地方。哎，这商场其实还挺好的。哎呀，走吧。带着大家一起去吃东西。哎，好久没有这样逛逛商场，吃个下午茶。别动，快！漂亮，这不机场休息室吗？今天我找了一个咖啡厅，是这样子，我也好。现在已经在吃下午茶了，然后很开心，很放松，很惬意，很惬意。然后总之今天还算是比较愉快的一天了，耶！被去机场了，短暂的香港之旅还是很愉快的，就是稍微有点潮湿。对，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子都是湿湿的。现在我去机场了，回去继续努力的工作、生活、学习，加油！现在在香港机场延误了三个小时了，为什么每次的延误？生活还是要继续，就是吃面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是我来香港吃的最香的一顿，真的很好吃，太好吃了，真的想吃，想再吃一碗，但算了，换一个味道，算了算了，已经10:45了，再吃的话就不太好了，晚上吃这么多对身体不太好，真的好好吃，好想再来一碗，太好吃了，真的。